今天教大家一个飞行员常做的护眼小动作，动作虽小，功效却惊人。一双手，三分钟，简单易学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手指摊开，掌心向下贴在桌面上，用另一只手食指扳起小拇指，然后使其自然回落，左右手交替进行，每天两次，早晚各一次，每次反复30到50下，注意频率，不要太快，使小拇指感到酸麻热胀即可。小拇指上覆盖着心经，来回弹击小拇指就可以起到刺激心经血液循环的作用，这样视网膜的循环也就随之通畅了，进而视网膜的自我调节恢复的功能也就能够顺畅地进行了，视网膜的调节能力增强了，眼疲劳的症状就会消失了。坚持每天这样做，对视力的改善、近视眼的预防更是有奇效。老年人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远离老花眼、白内障、玻璃体混浊等老年眼部疾病。今天的养生知识您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期节目见。